OK 了，哈喽你好，小方块。那么最近呢，没什么影片了，刚好我们学校 PSG 老师叫我们做一个 traditional room 啊。那么今天这个影片就来制作一下这个什么 traditional room 啊啦。那么一开始呢，肯定就是要先设计一下这个 traditional room 啊是要怎样做的咯。那么那个屋子反正主要也就是这样子而已啦。啊，虽然说不是很好看，但是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呢、啊。反正就是一间大的，两间小的，然后后面是开窗口的，后面然后左边这个是有栏杆的啊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呢、啊。那么经过我的计算呢，这些屋顶做好呢，我就只剩下这些冰棒了啦，看起来可以拿来做成什么啦，就那样子啦， Let's go。
OK， 接下来步骤我懒惰讲了齁，所以由我后期的小方块来边做边讲解。那么首先我已经画好了这个门口和窗口的位置，现在就是把它割下来。OK， 刚刚那些全部按记录了，不过不用紧，反正也没有多少进度，反正呢就是花了几个小时把这个门割出来，这个窗口割出来，然后小屋子的窗口也割出来，现在就是要做这个屋子的阳台部分，也就是这边过去啦。那我现在这个天花板已经连好了。 OK， 接下来就是要用筷子做最后的顶梁柱啦。这一步就来到最后这边这个楼梯下来的部分了，我已经懒惰讲很多话了。耶，完成！收拾收拾收拾。